我们现在来到植物园广场做核酸。先走上面看一下，25号大朗又检测出十几例阳性，所以现在全东莞都在做核酸，看一下。所以周末学校通知，学生必须绿码才可以上学，所以今天早上跑了很多地方。全都是人山人海，南京体育公园、牛山村委、口腔医院，我们都走过了。小区楼下人也多。现在走这么多地方，就看到植物园的人少，所以我们就决定在植物园排队坐。这个质检可以，大朗也是这一个月连封了2次镇了。昨天看到的全镇禁止外出了，植物园这人很少。其他的点儿很多都是排了几百米的，我们先排队坐了。哎呀，已经排队进来了，到这可以马上就进来，人很少。排队应该得进近期注射新冠疫苗48小时内不能检测，谢谢。大家，植物园核酸检测点，请大家还有陆陆续续有人过来。排队间隔应通知，注射新冠疫苗48小时内不能检测，谢谢。这里做比较快，5分钟我们就已经做完了。看一下这个测的非常快，也是10混1的这种检测。连续下了差不多有1周的雨吧，降温，然后昨天开始气温回升。先看一下，今天已经非常热了。植物园还是很多人。因为今天主要是出来做核酸，因为明天周一，学校没有核酸阴性证明的话，不能上学。所以今天就不游玩了，今天就拍到这里。